这边哈，属于我们农历二月初二，然后土地婆公生日，然后我们客家人就会在土地公生日的时候，这附近的居民哈，就来向婆公庆祝生日，然后我们就那个家常便饭客家菜的料理，好，我们早上有先哈用猪跟羊拜拜，好啊，所以我们拜完之后，猪跟羊要马上料理，然后做菜这样子，所以今天的时间比较可以，就是用当天拜拜的猪跟羊来做一些料理，像羊肉汤、哦大风、风花风这些客家的料理。我们今天出了十二道菜，哎，而且还要煮白饭。我们白饭比较特别哦，我们是用蒸笼去煮的，好、哦、蒸笼去煮的哈，好、哦、用大锅去煮的白饭，哎。然后这个是风花，风肉，大风的风肉哈，就是猪料理完做那个客家的风吧，好，然后这一锅是羊肉汤，好，这一锅是羊肉汤，哎，这样，哎，刚刚才处理了，前一个小时才处理的，所以你要赶在十二点以前哈，就要上这个菜色，所以时间非常短，跟时间在赛跑。可以啦，可以啦，没问题，可以，哎，对啊，对啊。这个中后塞，我会做中后塞，是因为家族的关系，从爷爷、爸爸到我，已经三代了，然后这个是一个传承。闽南公爷爷到爸爸到我这一段就没有传下来了，像这道菜是高丽菜干炖排骨，就是这个高丽菜干，高粱酒酒瓶喝完之后不要洗，然后腌制那个高丽菜，晒干之后磨那个盐巴塞进来，让它发酵，自然发酵，就像我们那个酸菜白肉锅一样。然后我们今天炖这个排骨，你看它汤是清的，生生干干嘛那样，很下饭。这个是我们客家菜的改良，对对对，这个干干生生啊，哦，如果吃了猪肉哦，解个油腻哦，这个蛮清爽的菜汤的。我们这边算讲，从八公阿请哦，第一个爱配饭的啊，像大风要先上，猪脚面线要先上，哦，因为我们这边老人家嘛，给婆公请哦，就会先添饭等着，哎，所以我们第一道上菜上的时候要让他们下饭，做这行是蛮累的，其实以前我是在饭店上班，然后就看着时代的变迁变化，然后才突然回来接这个工作。如果说你现在回来接，那个断层会太大，然后所以说在我考虑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辞去了饭店的工作，直接回来接这个饭桌，好，中后塞。这个是以前我们成长成家也是靠这个中破塞，我是看着爸爸辛苦，然后我是孤儿，他在我读书的时候，
拜六是读半工，哦，礼拜一到礼拜五，哦，我们是读书，礼拜六是读半天。礼拜六半天的时候，我们放学下课的时候，我们就骑脚踏车去直接到半桌的地方。礼拜天也没有在休息，就直接到跟着去半桌。那个时候还国小哦，国小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的时候会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经验的。然后帮忙，然后自己就会产生兴趣的。其实就是这样子，沿南，然后这个技术是爷爷、爸爸到我们刚讲，我要去带都无传落啊，安尼啊。我也是跟他讲啊，因为做这个行业，我们不要逼他，最主要他自己有兴趣，我们属于比较开放的，开发的。我说你有兴趣，跟着我们学，先学我们基本的一些功夫，扎实的一些功夫，老师傅传下的一些基本扎实的功夫。像很少师傅会去拔这只滴，跟拔这只油，一滴得滴啊，油得滴啊，你看。拜拜完之后，马上要把它料理，马上要切，这个都是一个经验啊。很少年轻的师傅会学做这一个的，好，然后我就慢慢的把一些以前学的一些经验，好像布袋机啊，好那些比较一些秋钢呢，我都是慢慢的在教儿子那些来传承这样子。像这时候是放寒假啊，30天他25天跟我去半桌啊。以前我出来的时候比较农业时代，像外面搭帆布打那个灶，哦，那个都我没有经验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经历现在都是几乎年轻人，我喜欢到宴会馆餐厅，哦，然后我们，哦，什么婚宴会馆啊餐厅，相对的我们这种外汇中破塞的这种名词会慢慢的被这个餐厅然后婚宴会馆去取代的，哦，然后我们也是跟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就像说，欸，我们从最扎实的、最辛苦的时候，一直打拼到现在，哦，我们还是一样，为了这个厨师这个外汇半桌的传承，把这个技术传承下来，这样子，欸。这应该是我的使命感啊！其实你不要看我们中破塞啊，我们累的时候真的是很累。这几天有办的就是那个神明生日，我们在我们这个乡下梅农，在神明生日的时候前一天都会拜天公，哦，台地都有中破塞的虎节，把那个地加油料理这才，哦，你看那个时间拜完天公已经12点多了，你在切完那一只猪跟那一只羊已经整点了，然后我要赶在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上菜。像我们今天办的，他是早上拜的，他是7点就拜拜，到9点，9点还开始料理那一只猪那一只羊，中午12点准时要上菜。你看这个那么短的时间，真的是跟时间在赛跑，要把。第一个食物做的美味新鲜，然后猪要料理的好，羊要料理的好，那个都是一个经验，那个都是一个技术。以我半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我不敢吃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料理给我的客人吃。好，然后我取之于食材的新鲜，像现在很多哦一些添加物，哦我们都是原汁原味的。哦，今天也跟我采访了看猪啊和羊啊，你看我们最原汁原味的料理去呈现。好，然后说坦白了，现在都很多办桌，都很多去代工，桌椅叫的，然后食材叫的，我们中破塞只是去把这些东西组合，很少说从最基本最扎实的功夫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做，很少的。我们最主要是说让人家来了解我们的手艺，我们是真的有这种手艺的。而且我们这种中破塞最能够表达是说这种味道，因为亲朋好友就会趁这个办桌这个机会，大家会聚下来，在院子前面，在米油碟啊刀尖，然后去让我们来表现，然后就亲朋好友就是我们最忠实的观众这样子。真正我独当一面的是当兵回来，也是爸爸就像我今天带儿子这样子慢慢的去，然后就放给我们去做。不过在我们做的时候该有的那些味道，该有的料理方式我们没有把它忘记，只是说我们在菜色的呈现方面有更加跟着时代潮流更加的进步。很紧张，那时候真的是很紧张，那个鞭炮一响，菜就要上，那个心中勃勃给了。不管到现在这个经验那么多了，不过真的是每一场也是战战兢兢的，毕竟这个不可以失误啊，这个真的是不可以失误啊。人家的嘴巴是非常挑的。基本的话，因为我们的团队有一些默契，你的职责是要做什么，然后有些人是负责掌厨，有些负责是配菜，有些负责是摆桌，有些人负责是运输，像我们的桌椅要来回，然后餐具要运到别场那有运输，然后我们共同的调味，共同的一些那个味道，都是由我们最经验老道的总厨在调味这个味道。我做过一场，单一场，单一个厨房，单一个厨师，然后我们做过科技业的尾牙，然后是500桌，单一个时间出菜，只有光那个锅子就100个，蒸菜的那个锅子就是100个，你团队的默契，平常有在这个在跟他们教导。我在这个提炼，大家有在上课，大家聚在一起去聊天，一起在工作，相对的这个团队的默契是非常重要的。
朋友啦，朋友啦，来做酒的呀，啊，他来啊，来做酒的呀，你才卖我们四年呢。七八年多啊，对呀，七八年啦、啊，我去泡美那里做七八年啦、啊，啊那个啊有时间我就来呀、啊，叫人叫了我就来做，啊你喜欢吗？喜欢吗？喜欢啊，怎么不喜欢？我为了要赚钱啊，怎么不喜欢啊？那你在煮饭的时候不会觉得肚子饿？当然会、啊，当然会呀、啊。我爱我腿有酸痛啊，所以我呀，哎呀，我呀，我偷吃啊，所以。对呀，就大家很多人要吃啊，就那个点大窝子啊，煮那卤粉了啊，那个煮了水煮粉来就味道了，卤粉了啊，那个米倒下去。好，滚了就煮了，看看有没有烂。有一点烂的话就可以了，就捞起来。你看蒸。一直要吹，你知道吗？啊，这个是因为那个大很多饭啊，很多米啊，要煮大家人吃的，所以先要给它那个烫一烫，烫好了有软的话哈、哦，就可以捞起来了。捞起来的话。一个在蒸，最多啊，40-50个嘞，40-50，一直刚才讲的，他们煮多少次嘞？什么年啦？50桌啊，50桌要好多米才。斤啊，斤我又不知道嘞，差不多2袋吧。2袋差不多，对呀，妹，我这边也差不多2袋呀、啊，2袋差不多，有90斤嘛、啊，30斤的哈，六十斤的，那你煮饭最厉害吗？没有了，我哪有厉害，都这样煮而已啊。那你最会煮的是什么？我去煮饭了，哪有要煮什么？煮菜也会啊，怎么会大家也会煮菜啊？那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什么？我真的，他非常厉害，老师傅了，他非常厉害哦，我不骗你哦，他很厉害，他是老师傅了。没有啦，他非常棒，我很钦佩他。台湾人就是很多很多聚餐的哈，有生日宴，有神明宴，有喜宴，啊，有家族的聚餐，我们会依照不同的类型去设计这个菜单，而且我们还会以春夏秋冬4个季节去搭配菜色，然后在我们这个中后菜，有些人来跟我讲说马上开菜单，那我会问他说，那你是什么时候要请客的呢？我大概是1年后的，一年后跟现在的菜色是一定是有一些变化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菜色我们会去调配，这样子食材的季节跟食材的特性来变化搭配。想要几位老先前到花坛一同庆贺啊！其实彼此福生请生，莫定随后后啊！应气来举办着咱今仔日啊，这个全体戏
十下心暖的，一部是好天气。这里卡拉 OK， 经营永乐节目。阿将兵好天气，阿将兵三一部这里继续。台湾民间歌曲乡土传奇，阿将这里水鸡土啊，也水鸡有这里歌曲啊，哈。咱这部准备这个上演开播，叫咱批阖家平安。像神明生日一定要有的，像今天我们参访是这个土地伯公生日，我们第一个就一定会用猪脚面线。神明生日就是请的也是大方，料理方式，其实在我们这个乡下做的方式，每个区域的方式是不一样。以我们这个乡下来讲的话，神明生日就是类似菜色区配饭的，在农业时代的时候，这些菜色是要有聚会的时候才享用得到，像红白、当归、各类菜红、红鸡，用最原汁原味的调配方式去买，是这个肉。其实这个拜师学艺是，不吝啬啦。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兴趣比较重要啦，厨师，除了他本身的，功夫，就是在料理菜色方面啦，然后在这个菜，品性方面，最主要他的人格，像烟酒槟榔我们都不行去沾啦，这个。本身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你煮出来的东西，能够取得大家的信任，这个才是做厨师的一个最标准的。这个是本身传承下来就是这样子啦。像你本身喜欢嚼槟榔的话，还是抽烟的话，你在这个试这个味道的时候，那个味觉都已经跑掉了。厨师是最忌讳这个东西。今天就是主人家的寄托啊，主人家的细心跟希望都是在寄托你的身上啊，然后所以你要好好的表现这样子，这个是我对每一个客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子，要求都是这样子。